你知道我不只是全家的开心果，还能守护居家安全吗？定时巡逻。首先点选 Rainbow 小主人中的设定图示，选择定时巡逻设定，来新增巡逻任务吧。最后储存任务就可以了。指定的时间到了，我要来巡逻咯。到达定点后，我会开始360度录影，并将影片传至管理员手机。轻松掌握家中第一手状况，以后出游也能玩得安心尽兴咯。